慢一点，没人跟你。瞧，瞧你那护士劲儿。那个，一会儿我去趟地质队啊，你在家里等着我。我和你只是。干嘛呀？你四舅也是猎人，我怕被他发现了。那行吧。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偷听的，我就在外面等着。随你便。左招子，我忽然想起，这还有，哎，四舅爷，那个您叫我干嘛？哎，你这不是搞研究吗？怎么又睡成觉了？啊，我不是研究研究着，看累了吗？得躺躺，得躺躺。毛病还挺多。您手上呢？